实际上是按照我们零碳村镇的理念，在系统的在建设，在推动，老百姓用用了电用了电以后，可以上网，可以增加收入，那以后电动工具、电动三轮车,车也能用这个我们太阳能的这个直流电，在农村建立新的这个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。